你赶快拿话筒，赶快拿话筒。你这孩子，你这样吧，你这孩子现在这情况，你赶快告诉我，这孩子现在什么情况？台长再帮他图腾看一看，看看能不能有救。什么都不懂。知道。喂，几年的？不要讲了。属老虎的，86年2月初2。麻烦，非常麻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的家里人有杀业，听得懂吗？比方说你的老公钓鱼啊，或者你的爷爷杀猪杀鸡啊，或者有这种曾经卖过什么鸡啊，就类似这种卖鱼啊，或者开过海鲜酒店啊，有没有？你告诉我。我这个不清楚。不清楚啊，长辈，明白吗？这是遗传病啊。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现在身上有两个灵性，都很大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祖上也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杀业，杀业就是杀动物了，杀什么东西杀太多了。现在这小孩子现在思维根本不是自己的，有灵性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话也不大讲，几乎就不讲话，而且思维不动的，而且都是人家的。那台长当场叫他讲几句话，看看他思维正不正。但是呢，我讲给你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大家都做个见证，都明白这些小孩子以后啊能救也是靠小房子念经念出来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啊。等等啊，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属老虎，好，你看一句话都不讲，大家听到吗？台长先叫他讲一句话，笑了，看见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大家看见了吗？讲一句话给我听听，讲一句话听听，再讲一点。喂喂，这里讲了啊，哇哇，非常好啊，笑笑，看见了吗？开心啊，哎呀，看见台长开心了，叫一句给台长听听，台长能够帮你治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180张小房子第一波，什么都听不懂，妈妈都听不懂。那接下来就是妈妈讲，好，听得懂了吗？好了，开心了，也开心了，开心手，开心吧。再看，小朋友再看，他要看我，大家知道。这个，好的。这个不对，我这个是他那边。好，给大家说谢谢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他开心了，大家都在你们的上面都看见了，看见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，一个人要真心学，真心修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两个灵性把它念掉就有救了，听得懂吗？两个灵性要念掉，好不好啊？
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不好啊？他身上的灵性不肯走，说叫他念小房子他就不好。那么现在我这个叫他再说好。那么身上的灵性我跟你讲，先念180张，全部念掉2800张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啊，可以啊。台长告诉你们啊，真的要好好修啊！一个人不修啊，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灵界的事情很复杂，真的靠自己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现在我就跟你讲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他现在身体上的机能都很好，身体不错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唯一的就是小便，明白了吗？小便方面不是太好，要让他多喝茶，然后要多利尿，明白吗？是不是小便不好了？小便是滴滴答答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能救他了，2800张全部结束，这孩子基本上能够恢复比较正常了。2800张，好好念。念什么经呢？出去门口去问吧。这个我不讲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你妈妈92岁了，属什么的？鸡的。嗯，你想问什么？他的身体要不要紧？嗯，要紧的。我不想讲给你听。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？嗯，我不想讲给你听，因为有些话讲出来不是太好啊，就是你妈妈跟她非常有关系，我不想多讲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反正把你妈妈也念，帮她也念不就好了。你妈妈身上有东西在她身上，东西在她身上啊，你妈妈很多杀业抱在她身上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好了，下去吧。自己站起来，哎，自己站起来，哎，自己站起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大家鼓掌一下吧。哎呀，你看马上正常了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灵性这个东西，医生怎么看的啊？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只有吃药。吃药就让你什么都不想，没有办法的。灵性东西，因为它是一种，应该西方人叫 spray， 它进入了你的灵魂当中，你就被它控制了，明白吗？